杰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的话，是爬取我们拉钩网的一个招聘数据啊，爬取拉钩，这一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要去抓取的一个网站数据内容。这网址的话，给大家发一下。刚刚不是有同学问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练手的一些网站，对不对？这里面的话是有一个网站合集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的话，你们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木子老师去要一下。右上角的话就是我们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 那么这节课所用到的一些环境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Python 3.8的一个解释器，然后编辑器的话是用 PyCharm。像这些环境或者模块，你们都不会使用或者说不会安装的同学，也可以去加一下我们木子老师的一个微信，让他把相应的东西都给大家发一下啊、哦，都给大家发一下，对不对？软件还没安装呢，是的呀。软件没安装的话，可以加木子老师呀。我提前开课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把这些环境都给准备好。 是不是啊？你们没有准备好的话，可能有同学到听了一半，老师我东西还没准备好，这就是为什么开课提前开课的一个原因啊！加上加了，好的呢，好的呢，对吧？那对于都加了的同学，对于本节课讲解的内容有什么不懂的地方的话，你们都是可以在课堂上面进行一个提问的。对于本节课内容有什么不懂的，我都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不懂，哎，不懂的话，对吧？那你到时候就会问嘛，好不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啊，尽量的话是不要跟着老师敲代码，先听懂每一个步骤的一个思路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课后找木子老师去要相应的一个录播，然后再去写代码复习就好了。那第三个，不要早退，早退是不提供资料的，不提供资料的，对吧？你都早退课堂了，是不是？好吧，这是课前给大家说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的话，要去采集的一个网站是一个招聘网站，是关于我们 Python 的一个呃招聘的一个工作招聘的一些数据内容啊、呃。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提前问一下，有多少同学想学 Python 去就业的？来，想学 Python 工作的同学扣个一。然后，如果说是想学 Python 是兼职、系，兼职接外包的同学可以扣个二。如果说是兴趣学习的话，你可以扣个三，对吧？工作就业的扣个一。 接百八的话就扣个二，兴趣的话就扣个三，看一下多少同学啊？啊，一、二、二、三，那一扣一的同学比较少，科研需要是吧？一二三都有是吧？啊，六六的话就是啊，一二三，一加二加三，是吧？可以兼职吗？可以兼职啊，可以兼职的，对不对？五五的话就是兼职加兴趣嘛。好吧，那看样子啊，大家对吧？对于 Python 去找工作的话，感觉好像还挺少的，挺少的。但奈何我们今天是爬的一个招聘数据。 吧？有空像这么多同学想想做外包的，对不对？也挺多同学是是一个外包的，到时下一次给大家去爬一下招聘网站，好不好？那个什么呃外包网站，好吧，外包网站，对不对？那这里面的话，薪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那我们今天的话，既然要采集这一个招聘网站的一个数据的话，呃，我想问一下，就爬虫实现，对吧？怎么去做？ 如何应该说如何实现一个爬虫案例如何实现实现一个爬虫的一个案例？怎么去写？怎么去做？这个东西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啊，是比较重要的。这个的话也是我们经常就是课前要跟大家去强调的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呢？啊，爬虫的一个流程思路，基本的一个流程思路。哎，他为什么打开的是这个？<coughs> 流程思路。 这个流程思路的话，我们是分为两部分。哎，像我们这个 maybe 同学说的很对啊，就先查 URL。外包是什么？外包的话就是帮别人，外包的话就是别人花钱请你写程序，花钱请你帮他写程序，对吧？这个就是外包啊，这个就是外包。它有两个，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也就是我们 maybe 同学所说的一个什么呢？啊。 查找 UL 是吧？先查找 UL。其实查查找 UL 的话，它其实这个东西说的是比较大的，是比较比较大的。它应该是什么？说什么呢？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的话，要确定自己想要获取的数据是什么，对不对？就爬哪个网站获取数据是什么？就是爬取的是什么网站？什么网站？然后网站上面的什么数据？ 什么数据，对不对？那么今天要爬的是什么？拉钩的这个招聘网，然后它的什么数据呢？那像这些基本的内容的话，我们都是要的。像这个标题、发布时间、公司名字，然后它的一个公司规模，然后它的薪资、经验、学历要求，然后它的一些等等等等这些数据内容都是我们想要去获取的。以及的话，还可以获取它里面的一个，哎，我怎么点了个返回啊？ 还可以获取它里面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数据内容，像这些职位描述的话，职位要任职要求这些的话，也都是可以进行一个获取，也都能进行获取，好吧？网页上都有，对，网页上都是有的，但是的话，你要得知道是在哪个地方，具体在什么地方。像这个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一个开发者工具，工具干嘛呢？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分析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是来自于哪里，好吧？来自于哪里？这么强，什么都能爬吗？呃，差不多吧，对吧？可有句话叫做可见即可爬、啊“可见即可爬”啊，“可见，即可爬”，来，“可见即可爬哎可见即可爬那只要你能看到的一些数据内容的话，都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采集的。主要只要你能找到数据就 OK 了，可还行？哎。 可行，我看行，对吧？我看行啊，确实还不错。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干嘛呢？去分析一下数据从哪里来的。那开发者工具怎么打开？鼠标右键，点击检查，选择 Network。这个 Network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呢？啊，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抓包的一个地方。哎，有同学对于这开发者工具不太不太清楚的嘛，不太明白的？ 来，不清不知道这一个开发者工具的同学，给老师扣个零；不清楚开发者工具的同学扣个零，有没有？<coughs> 老师，为什么我的我我我的没有 cookie？是因为我没有登录吗？啊，即便是你没有登录，它也是有 cookie 的，好不好？啊，老师，是不是用不同的浏览器开发者工具啊，界面不一样啊？对，界面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像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然后你如果说是用的三六零或者说是自带的 IE 的话，它可能是个中文的面板；火狐的话，它也是个中文的。然后用用谷歌的话，它是个英文面板，OK 吗？老师，下次爬斗罗大陆小说吗？大家都感兴趣。斗罗大陆小说那很简单，那不是很简单吗？我爬什么都没有，那你应该没找对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既然有同学不太清楚的，对不对？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东西就好了。哪两个呢？第一个是这个啊。 这个玩意是什么？它就是网络面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抓包的一个地方。抓包是什么意思？抓取数据包啊，数据包，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 element。这个 element 的话，它是什么？它是我们的一个元素面板，是我们前端渲染之后的一些标签数据都会在这一个元素面板可以看到的。 啊，一般我们大家看的话，都是看了这两个、啊，看了这两个，像这是什么康瑟康瑟尔，Conc ert, Conc ert, 对吧？这些的话都是关于 GS 方面的，你们可能暂时用不到啊，可能暂时用不到。可以爬彩票数据吗？可以爬彩票数据啊，可以爬彩票数据。当我们打开这一个面板的时候，它是没有数据内容的，没有一些数据内容了。当我们要干嘛呢？点击一下刷新，点击刷新，为什么它出现了一个 debug？它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debug 呀？ 出现 debug 的话，那我用一个无痕流，那我们就换一个好吧，换一个模式吧，用一个无痕无痕的一个网页啊，用个无痕的，那我们就直接用无痕吧。我不用无痕的话，它给我 debug 了，那我直接换一下吧。来刷新一下网页啊，刷新网页之后的话，这里面就有干嘛呢？对吧？这里面的话就有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数据包，好吧？这些的话都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在这个。 这些界面就相当于什么呢？像我这什么 Python 开发工程师，对吧？这什么芒果松这些数据的话，其实都包含在这个里面，这里面都有。但具体是哪一个的话，你可能不知道。能不能教一下过 debug？debug de 的话不是很简单吗？对吧？debug 你们不会吗？给你教一下啊，对吧？刚刚不是出现了一个 debug 吗？刚不是有同学不会吗？哎，这是怎么又好了？ 对吧？它旁边的话会有一个符号的，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你点一下这个就行了，点一下这个，然后再刷新网页就 OK 了。点一下这个，再刷新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如果说你是被无线 debug 的一个模式的话，点一下这玩意就 OK 了，好吧？那这么多数据包的话，我们现在要去找我们想要的数据，那怎么去找啊？怎么去找？就可以用到我们开发者工具里面的一个什么呢？ 啊，搜索功能，谷歌拿我寻开心，可能是吧，可能是吧，乱找啊，乱找的话，那你肯定找不到啊，肯定找不到啊。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个方法的，方法的，是有一个搜索的。我们点击这个搜索，搜索是什么呢？搜索我们想要的内容，比如说这个芒果松，对吧？芒果松，对不对？因为这个公司名字的话是我们想要的。然后我们回车一下，回车之后的话，你看到没有？它就给我们返回了一个数据内容。 返返回了一个数据包，我们点一下这个数据包的话，在右边它就会给我们弹出这一个 response。那这一个步骤的话，我们就给大家截一个图啊，给你们截一个图看一看。首先的话，第一个点击我们的一个搜索按钮，点击搜索按钮，这么大吗？然后第二步，对吧？输入搜索的一个内容，点击回车，点击一个回车。 回车之后的话，它下面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数据包，这个就是搜索的一个结果，搜索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什么数据包，相应的一个数据包。点击数据包之后的话，它在右边会给我们弹出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个 response 的话，它就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返回的响应数据。那响应数据是什么呢？对吧？是哪些是它的一个数据？就这里，这下面的。 就是它的一个数据内容，返回的一个数据内容，内容。然后上面的话还有，然后 preview 这个 preview 的话，一般我们这是一个预览的一个意思啊，预览的预览的一个效果。然后这个 payload 的话，一般是属于我们的一个请求的一个参数，请求的一个参数是在这一个呃 payload 里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headers。 h e a d e s 的话，它里面包含的东西就可能会稍微多一点，像我们请求的一个 URL 地址，对吧？请求的一个方式，以及呢请求头的一些参数，都是在这一个 h e a d e s 里面都是有的。那这一个图的话，就发给大家，好吧？发给大家，你们可以保存一下，可以保存一下。这是我们去分析数据、去找数据来源的基本的一个流程啊。这个你拿到这个图的话，大家应该都是能看得懂的吧？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个应该是第三步啊，好吧？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有我们想要的这个芒果松的，就是公司名字，芒果松的公司名字。那这么多数据，有些同学就有一点点疑问了啊，什么疑问呢？老师，你这个数据的话，你我怎么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啊？对吧？都在这一行里面，我我看的不是很舒服，看的不是很舒服，对不对？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一个东西啊，按住一个 Ctrl 加 F。 我们在这个界面，在这个面板上面按一个 c o n t r l 加 F，会弹出一个搜索框。那我们在这个搜索框里面直接搜索一个芒果，哎，芒果，芒果松，它就会直接给我告诉我你选中的是有几个，对吧？有几个数据，看到没？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相应的一个数据。那这里是有芒果松的一个数据吧？那这个地方它也有，哎，这里面它也有，啊，怎么没没没看出来啊？ 这里面对吧？都是有它相应的一个数据，都会呈现一个呃显示的一个效果，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哎，在这个里面是有的，在这个里面是有的，好不好？那既然我已经知道了我想要的数据是来自于这里，那我是不是干嘛？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位同学所说的，哪个同学来着？看一看，啊，就我们这个 maybe 同学所说的，先查找 UL，对，先去查找我们的这个 UL。 那 U L 的话，呃，点这一个格式化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对吧？你点这个格式化的也 O、OK, K，也 O、OK, K，都都行，都行，对吧？当然，有有些如果说在一行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子直接去看啊，也 O、OK、K。那查看 U L 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一个 Headers，点这个 Headers，点这个 Headers 的话，你就会发现，哎，我们的一个请求的一个 U L 就是这个，请求的一个方式就是下面这个，哎，请求的一个 U L。 啊，请求的方式，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那这个 URL 地址的话，跟我们导航栏的地址，它是不是一样的？它是不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吧？啊，有有没有同学要反驳一下我老师？他不一样，有没有同学想反驳一下我的？没有吧？是一样的啊。如果说是一样的话，那怎么办呢？对吧？那说明什么呢？ 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它说明什么？说明我想要的这些数据内容，我想要得到的一个数据内容。这个图也发过来吧。好的，OK 啊，OK OK, okay.。那我想要的这个数据的话，在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里面，我们鼠标右键点击查看网页源代码。这个网页源代码里面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我们自动换行吧，点一个自动换行，好吧，点一个自动换行。在这个里面的话，它也有芒果松这个玩意，芒果。 这个数据，它这个数据在哪里啊？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对吧、啊？深圳芒果松有限公司，然后的话，芒果松，然后呢，Python 开发工程师，没有融资，看到没？来，我们截个大概的图啊，我截个大概的图给大家看一下。然后，Python 开发工程师，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招聘的一个名字，公司名字，对不对？然后未融资，是不是没有融资？然后它的一个开招聘的是什么类型？ 招聘的是后端开发，然后开发测试运行岗，经验是一到三年，工作薪资是十二到十八 K，然后的话，它是可以坐四号线到深圳，呃北站下车，这个是它的一个公司，就是开车的一个路线吧，就是坐车的一个路线。公司规模十五个人，对不对？啊，这里面是不是都有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啊？都有相应的数据内容，是不是？然后还有呢，一个是招的是全职，然后学历要求是本科。 然后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它也有相应的一个参数，像说明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都在这里吧？看到没有？来，都看到的同学给老师扣个六，都看到同学扣扣个六，能直接连接到这个网页用这个链接？呃，能直接连接到这个网页用这个链接来发数据吗？我们一般都是要去分析的。如果说分析得到的这个数据的网址的话，这个网址跟导航栏网址是一样的，那你才可以用这个。 直接去发送请求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去发送请求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得到的网址跟这个不一样的话，那他可能请求的一个你就不能直接对吧？你看到一个网址直接复制过来，那就是不行的，那就不行的，OK 吧？好的，那我们想要的数据的话都在这里了啊，都在这里面了，是不是？那我们等一下就把这里面的一个数据内容给它全部给它提取出来，给它解析出来，提取出来就好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第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步骤。 那其他招聘的一个详细信息也在这个页面嘛？诶，也在啊！啊，有同学问到了这个点，对吧？那你刚刚只是看到了一个，是不是？那我这里其他的呢，也在这里面嘛？它也在的。那比如说我们刚刚看的是什么啊？那个什么芒果松的一个公司，对不对？那这里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来看一下这个杭州的智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的你你和未来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它也有啊。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岗位，它都是有的。就这一个页面。 就这一个页面所有的、所有的工作岗位信息，这上面有的，它在这个里面都有，都在这个里面包含了，能不能理解？这个王俊同学啊，王俊同学，OK 吗、嗯、？GET 请求和 POST 请求有什么不一样？GET 请求的话，一般情况是指从服务器上面获取数据下来，并不会对服务器的一个资源产生一些影响的时候，我们会用 GET。那 POST 的请求呢？ 它就是向服务器发送数据登，就比如说登录、搜索这些，对吧？或者说上传文件，一般所以说 POST 请求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去向它向服务器传提交一个表单数据的一个什么 from data 的一个表单数据，好吧？这就是它之间的一些区别啊。就 GET 的话是从服务器上面获取数据，然后 POST 的话是向服务器发送数据或者传送数据，能理解吗？ 这个小小呃，丑小鸭同学，这是比较基本的一个区别。其实还有一些区别的话，像我们 get 请求的一个请求参数都在链接上面有显示。那 post 的请求的一个呃请求体的话，它不会直接显示在 url 里面的，它不会是显示在这上面的。像我们这一个，你看到没？我们这个是 get 请求吧？我、OK, 给你看一下，这个是 get 请求。然后它的一个请求参数的话，都会在这一个链接上面，在这个网页上面直接显示。 那说明什么呢？其实说明 POST 的请求安全性比 GET 更高，更高就相当于什么？比如说你登录账号密码，你登录账号的话，登录你一定干嘛呢？要用 POST。如果说你是用 GET 的话，那你的账号密码就会在这个网页上面显示，就在这个网页上面显示。你在网页上面显示了的话，那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它就有一个呃历史记录，有一个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的话，就会把你的账号密码给干嘛呢？保存下来，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所以说，它 p o s 请求安全性会更高，也就在这里了。OK 啊，哦，俺也一样啊、哦，俺也一样，对吧？同学，你是张飞吗？俺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数据来源分析和给大家解释的一些东西啊。那第二步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过程，对不对？ 那我们 Python 代码的一个实现的过程的话，有哪几步呢？它分为最基本的四个步骤，基本的四个步骤。来，我们老同学给我们新学员科普一下哪四个步骤。来来来来，给你们啊、呃，温故而知新啊。我们20同呵呵2012同学，2012同学这一次打的比较快啊啊，这个打字速度杠杠的啊。四个基本步骤的话，就什么呢？发送请求。 呃，应该是获取数据啊，接收数据，获取数据，对吧？解析数据，保存数据，这就是我们基本的四个步骤。那我们今天的话，也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第一个，发送请求啊，不是发送数据，应该是发送请求。对,对，那就是对于什么呢？对于我们刚刚分析得到的一个 URL 地址，发送一个 GET 请求，是吧？为什么用 GET 呢？我们这里是不是有写了 GET 请求？对不对？ 并且是干嘛呢？啊，这里要需要有一个着重点啊，并且是一个模拟浏览器发送请求的，是模拟浏览器发送请求的。那第二步就获取数据，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一个什么呢？response 响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就是哪一个？啊？也就是我们开发者工具当中所看到的这一个数据内容，我们获取的是这一个内容，获取的就是这个，这里面的内容。 对不对？那我既然获取下来的话，那它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有很多？那并不是所有的数据都是我们想要的吧？那我们就第三步解析数据，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对吧？就是我们的一个招聘信息的一个基本数据就可以了。那我们把基本的一些信息数据都获取下来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保存数据？啊？把数据干嘛呢？保存到本保存到什么？保存到本地。 哎，我保保存本地的一个表格，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案例的实现完。就为什么要干嘛呢？是是是只有四步。那你告诉我这四步能不能把我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那他所以说，对吧？那只有这四步，啊，只有这四步，啊，这是基本的一个四个步骤，能不能理解？是不是像一些招聘网站上面登录验证的话，用 POST 好一些？啊、呃，具体是用 POST 还是用 GET 请求？你要根据这一个来的。 根据这里来的，你不是你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的，对吧？你根据他网页上面他他他用的是什么？这个用的是 get，那我们就用 get。如果说这里是用的 post 的请求的话，我们就用 post。OK 吗？啊、呃，只能保存表格吗？你想保存什么都保存什么，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保存表格，OK 吗？牛啊牛啊，对吧？突然之间牛牛什么？所有网站都是 get 吗？不是啊，并不是所有网站都是。有什么区别吗？get 和 post。 那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寂寞？这个旧影同学，旧 <laughs> 影同学，我刚刚是不是讲了一个寂寞？我刚刚前五分钟啊，应该说前两分钟，我刚刚把 post 跟 get 讲完，你你这又问我 post 和 get 请求有什么区别？我刚刚感觉自己讲了一个寂寞，刚刚讲了一个寂寞，<laughs> 就是啊。 啊，简单的，给大家自己写一下好吧。我给你写一下，免得你们啊、呃、不知道。我给大家写一下吧，因为大家有一些同学不知道。GET 请求的话，它是什么呢？是从服务器上面获取数据，好吧？那 POST 呢？它是干嘛？是向我们的一个服务器来服务器传送数据，传送数据或者说传递数据，这是区别一，好吧？这是区别一。区别二的话。 对吧？GET 请求的一个就是我们请求的一些参数啊，会直接显示在我们的一个 URL 地址上面，就 URL 链接上面吧，链接上面。那我们 POST 呢？我们 POST 请求的话，它都不会有的，它是一个什么？它是在我们的一个请求体里面的，对吧？是在我们请求体里面，是一个隐性的，呃，应该说是一个隐式啊，隐性，隐隐，哎，隐有后鼻音吗？没有啊。 隐性的一个传递，哎，传递，好吧，这就是区别啊，这是基本的一个区别，OK 吧？不是爬拉钩吗？是爬拉钩啊，是爬拉钩啊。啊、呃、h p 型头 g e t post push,、push 对吧？put 对吧？还有很多啊，这个 get 和 post 是最常用的，罚你抄三遍对吧？罚你抄三遍啊，抄吧。OK 啊。 来，前面的一个思路都听懂的同学可以给老师刷个鲜花。如果说都明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写代码了啊！写代码了，给你们发个截图吧。喝口水，喝口水。嗯。OK，我看啊，还有其他问题吗？罚赞啊，对，罚个赞吧。OK，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开始写我们的代码。 代码的话，那我就按照这一个步骤去走啊，按照这一个步骤去走。首先的话，我们就去呃发送请求，对吧？发送请求，第一步，发送请求。对于我们刚刚分析得到的一个 URL 地址，发送请求。那我们直接给他一个 URL 吧，把它复制过来啊。就是哪一个？这个网址，网址再给你们发一遍啊，再给你们发一遍。哎，网址。然后呢，我们要模拟浏览器。那这个地方的话，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模拟浏览器的话啊、呃，有多少同学知道 h e l d e s 吧？是吧？ 是不是 h a d e r s h e a d e r s 的话，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请求头，用来伪装 Python 代码的，就是可以，可以把我们的一个 Python 代码伪装成一个浏览器去发送请求，发送请求。哎，对对对，哎，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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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对对对，UA 是吧？加 u s Agent。那我们今天的话，就给它多加一点。 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话会多，一般经常会加的是哪些？我先给它全部复制下来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啊、呃，请求请求头啊，这个就是请求头，这个就是请求头。那我们全部给它复制下来，全部给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粘贴上去。然后呢，给它全部选中。这里有个小技巧，啊，仔细听啊，小技巧，全部选中，按住 Ctrl 加 R。 对吧？可以使用我们的一个正则表达式，要把这个勾选上，把这个把这个正则给它选上，用我们正则（括号点星问），然后呢一个冒号，是不是就匹配到我们前面这一段呢？然后再一个空格（括号点星），然后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写一下引号 d o l a r e 一冒号空格引号 d o l a r e 二逗号），然后点击全部替换 （replace all） 全部替换。 这样子的话，我们所有的一个格式就给它替换完了，对吧？这是一个批数啊，批量快速的一个替换方式啊。然后我们一般加的话，只加什么呢？只加这几个就行了。常加的，啊，常加的话就加这几个。一个是 cookie，cookie 的话是常用于检测检测是否有登录账号，登录账号的有没有检测登录账号，一般又是我们的一个用户信息。 Host 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啊，域名，我们的域名就是拉钩嘛。然后一个什么 r e f o r m r e f o r m 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防盗链，就是告诉服务器我们请求的一个什么 URL 地址是从哪里跳转过来的，跳转过来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 User Agent，User Agent，这个就是用户代理，对吧？就是我们浏览器的一个基本身份标识，标识。 这就是我们经常常加的四个啊，常加的四个，难一点的是不是全部加上啊？难一点也加这几个，你再难你也加这几个、啊。有些的话，并不是说所有所有都去加，一般通常我们最多的话就加这四个，加这四个就 OK 了。学会了，下课就忘。那下课会忘的同学的话，那你可以加一下木子老师微信，让他下课之后的话把这个录播发给你啊，发给你。对，这个就是四个常见的，OK 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导入一个模块，导入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对不对？我们去发送请求，我们是需要用到一个工具的，import 我们的什么 request，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第三方模块，需要大家去安装的模块，需要 pip install request 进行一个安装。如果说没有安装的同学，可以去安装一下，呃。 你导入模块之后的话，它是一个灰色的一个显示。灰色的话，它不是报错，只是因为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模块，所以说它是一个灰色的，好不好？在 C M D 里面啊、哦，对，在 C M D 里面可以进行一个安装，或者说在 p y h 的一个终端里面也可以进行一个安装。来，我们这里的话就给它发送一个请求啊，用 Request 里面点 Get 的一个请求方式，把我们相应的一个参数都给它传进去 h a d e s, <S less, 等于 h a d e s 那用一个变量 Response 接收一下。 它返回的一个呃数据啊，那我们可以直接 print 打印一下 response，来直接运行，直接运行。运行完之后的话，在这个地方就会给我们返回一个 response 两百。这个尖括号的话，在 Python 里面就是一个对象，这个就是一个对象的一个意思，对象的意思啊，对象的一个数据类型。然后 response 的话，就是这个对象的一个名字嘛，就是 response 对象。 对吧？Da, 返回的话就相当于是一个 response 响应对象，因为这个 response 是响应回复的一个意思啊，响应回复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说我们都称之为一个什么响应对象，好吧？响应对象。然后两百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状态码，表示请求成功。哎，状态码表示请求成功，说明我们对于这一个网站发送请求已经请求成功了，好吧？已经请求成功了。 啊、uh,，request 和 u r l l 有什么区别吗？啊 u r l l 的话我都不用啊，我都我我我现在都不用了，对吧？以前的话，可能一几年、一六年、一七年的时候，可能还会用一下 u r l l 对吧？然后到一七年后的话，我就都是用的 request，对吧？它里面为什么会有什么区别？其实 request 里面有这个玩意儿、啊，它包含了这个东西了，包含了这个玩意你直接用 request 就行了，好吧？它有些方式方法的话，都在这个呃模块里面有封装好的，OK 吧？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内容，一个代码，来发送请求就已经发送完了。那么第二步的话，代码就是获取数据，我们获取的是一个什么？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吧？应该是什么呢？就跟这个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王源的码，王源的码，这里要加个什么点 text，加上一个点 text，加上一个点 text，来我们运行一下就 OK 了，运行一下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了，看到没？ 对吧？它也是在一行里面、啊，在一行里面，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得到的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那你也可以选一下这一个、啊，给它干嘛呢？给它展，给它折叠一下，折叠一下。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这也是我们第一步发送请求和第二步获取数据的一个代码。OK 吗？来，都听懂的同学扣个八啊，都听懂的同学扣个八、啊。有不懂的话，哪一行代码还不太清楚，你可以问我一下。 那、啊、老师，我哪一行代码我还不太理解是什么意思，这行代码是干嘛的？你可以问一下，啊，都听懂的话就扣扣八，八八八八八八，好吧，别扣两个就行了，扣一个就行了，对吧？你扣三个也行，对吧？扣扣一个也行啊，你千万不要扣两个，你扣两个的话我,我容易想音啊，容易想音一下，一百零三行对吧？一百零三行的话。 啊、呃，就是它的一个意思的话，就是通过我们什么 request 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个什么 get 的一个请求方法，对于我们 URL 地址发送请求，并且携带上携带上我们的一个什么 headers 请求头伪装，最后的话用我们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变量 response 接收返回数据。 这就是我们一百零三行代码的一个意思，的意思，这个是无穷大呀，这不是无穷大吗 <coughs>？OK 啊，这是我们前两步。那我们既然获取数据完了，一百零七行，一百零七行，来，有没有同学能告诉他这一百零七行是什么意思？来个同学告诉他这一百零七行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同学？都是跟 text 吗？啊、呃，打印报文，想用数据。 啊，网源代码获取网页源代码，打印的一个意思啊，print 是打印的意思啊，print 这个是打印函数，打印的一个函数，response 点上一个 text 的话，这个是打印是获取什么？获取响应响应的响应对象的一个文本数据啊，文本数据，文本数据，你也可以理解为干嘛呢？获取网页源代码，获取网页源代码。 打印网页当字符串用，哎，对，当做字符串，是的，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数据，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类型，没毛病啊，没毛病，明白了，OK 啊，明白了，OK，OK，OK, OK, 把对象变成文本，哎，也行，对，也可以这么理解，啊，大家都知道啊，都理解了，都理解了，OK，OK，OK,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干嘛？第三步，解析数据，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啊、呃，然后面用 R 1来编利吗？ 是取 body 吗？啊，我们不取这一个，我不取它标签，我们不根据标签去取，我们不根据标签去取。然后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啊，我们的数据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啊？在这个里面，像像这种数据的话，你们应该怎么去取呢？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的话都在这里面，看到没有？上海的一个陆谷啊，陆呃,呃不谷陆啊，谷陆软件有限公司，对，然后的话，北京左一科技有限公司，然后四川红河通讯有限公司。 对吧？然后福云科呃云福科技有限公司，是不是这里面的话基本上都有它的一个数据内容？像这个的话，用正则去取是最方便的，用正则取，然后给它转成 JSON 数据是最方便的，最方便的，能理解吗？你当然你根据这一个叉 pass 去取的话也可以，因为它这个里面标签里面的话，它也有数据，它也有，也有相应的一个数据。但是的话，像这个里面我们用去用正则去取是最方便的。 教你们怎么去取啊？正则的话，首先我们导入一个正则，导入正则，import 我们那个 re 导入这个模块，这是导入我们正则模块。然后 re 点上一个 f i 是吧 f i 取里面的一个数据啊，取里面的什么数据呢？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里啊？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我想要的数据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从这一段，从这个地方开始。 下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想要的。我就用一个括号点星问表示。啊，我取的是什么？我取我复制的是这一段内容，看到没？给大家截个图啊。这一段内容我给它取下来了。那后面的这些呢？从这个地方开始，从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后面下面这些数据内容都是我们想要的。这一段内容都是我们想要的这些。那这里想要的内容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括号点星问表示。 就用个括号点下问表示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就行了，对。那匹配到哪里结束呢？对吧、啊？从哪里截止呢？那我们就看到最后一个，看到它最后是从哪里截止的？从这一个截止的，发现没有？这个截止的放进来。那从哪里去匹配的？去从哪里找数据啊？是不是从我们的 response 点 text 里面去找数据的？那这个的话，我们得到的就是什么 HTML data 的一个数据内容。 就相当于什么呢？中间啊，中间这些黑色的字体的内容我都要，中间黑色的这些字体的数据我全部都要，我是从它前面这个开始取，来，我我把给他选一下，选中啊，就我蓝色选中的东西，就都是我们想要的。然后呢？ 它是截止到这个地方截止，然后从哪里开始到什么地方截止，中间的这一段内容都是我们想要的，所以说我就是用一个呃中间想要的东西的话，我们就用一个括号点心问表示我们想要的，能不能理解？大家没说话，可能说已经懵了。这要是让人去看眼睛的话，啊、呃、还好，有经验的话就还好，就还好。对,对，然后呢，我们就给他呃问号，问号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加问号？为什么要加个问号？ 哎，来，同学，能不能告诉他为什么要加问号？问号表示的意思是什么？问号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啊，补充讲解一下，好不好？首先的话，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给大家讲，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怎么举呢？啊，比如说啊，比如我想要什么呢？对吧？我把这一个标签给它复制过来，复制过来，我把这个东西给它复制过来，对吧？给你们讲解一下啊。啊，比如说我想要“未融资”这三个字。 我想要未融资这三个字的话，我怎么去取？我怎么去取？我想要未融资的话，我就表示括号把它括起来，然后加上一个什么点心问，对吧？这个东西表示我们想要的。然后括号是什么意思呢？括号是精确匹配，表示自己想要的精确匹配，表示自己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是我们想要的内容。如果说不加括号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泛匹配。范啊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饭，哎，那个饭呢？啊，饭匹配，对吧？不加括号就饭匹配，哎、呃，就不要的，可以匹配，但是不要，可以匹配，匹配但是不要，不要，好吧？就这个意思，就这么个意思。然后呢，点的话是干嘛呢？匹配多个，啊，匹配任意字符，任意字符，除了什么呢？除了我们的一个换行符以外，除了。 换行符杠 n 以外啊，星号的话是匹配前一个，前一个字符零个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无限个？问号的话是非贪婪匹配模式，匹配模式对不对？就这么个意思啊！一百一十七行不理解，这就是我们正则表达式的一个用法，正则表达式的一个用法。 这个东西的话，呃，怎么说呢？你一节课理解不完的，你一节课把这个东西学不完的。像在正则表达是在 VIP 课程里面，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吧。正则表达是在我们的一个付费课程里面，在付费课程里面，两两点五个小时的一个讲解内容，讲解内容，这个内容要给你们讲两两两,两点五个小时，好不好？这个不理解，老师，就是我们从哪里面找数据啊？ 我们要什么数据，我们就用一个点新闻就行了。我们要的是什么数据，我用括号点新闻表示。然后从哪里去取的？从我们那个 response 点 text 里面去取的，对吧？不理解，这不理解，我怎么给你解释呢？匹配规则，匹配规则，后面这一个从哪里找数据，是吧？这行代码的话，就是通过我们 re 里面的一个啊、呃、匹配的一个方法，re 方到 n a l l 的一个方法。 方 o u 的一个方法，从我们的一个 response 点 text 里面去找寻关于对吧这一段数据内容，找寻有这么一段数据内容，找寻这么一段数据内容，数据内容中的是我想要的，是是我们要提取出来的，对吧？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这行代码的一个意思啊。 就这行代码的意思，你这么去理解就 OK 了，对吧？你要完全搞懂啊，同学，我一节课教不完你，教不完你，好不好？这节课的话教不完你，你去理解，知道我这一行代码就干嘛干嘛用的就行了，知道我这一行代码是干嘛的，大概意思能理解就 OK 了。<coughs> 几节课教完，这这一个知识点的话要给你们讲讲一节课的内容，两点五个小时。正能表达式的话要给大家讲两点五个小时才能讲完，真的。 两点五个小时，这节课教不完，下个下节课继续。呃，我们 VIP 课程的话，每节课相关的知识点都会给大家教完的，对吧？氪金使你变得强大，同学，氪金使你变得强大。那怎么才能氪金呢？对吧？啊，找木子老师啊，找木子老师说，老师我要氪金，我要氪金，好吧？啥 VIP 课程？VIP 课程的话，你可以找木子老师先去了解一下。我们先讲知识点，好吧？来，正则表达式返回的一个数据的话，它返回的是什么？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里面的一个数据直接给它取出来啊，直接取个零就行了，直接取零，它只有一个元素，我们直接取出来，取出来的话，返回的这一个数据报错了，完了，我这是运行的第几次？啊？我这是运行的第几次啊？换一个，换一个 cookie，你不会让我登录吧，大哥？大哥，你不会让我登录吧？刷新一下。 看，又开始 debug 了。页面加载中，然后开始处于我们的一个 debug 模式了。我人傻了，这就是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我们的一个呃反爬，这是为什么不给他有时候不给大家讲我们的一个这个原因的关系？我们重新登一下吧，我们重新开一下就行了。这是被反爬的一个原因啊。 们把这个网址发复制过来，换一个 cookie 就好了。页面加载中，这个直接就不给我数据了吗？你这个直接就不给我数据了吗？这,这就有点离谱了啊！我才请求几次啊，同学？啊，对吧？啊，这样子就好了，这样子就好了呀。等我一下啊。 登录一下账号好吧，登录一下账号。这个的话，你有时候他没登账号的话，你爬几次的话，他就会呃给你进行一个进行一个封禁啊，就把你这一个给封了。然后的话，你必须得干嘛呢？得登录一下账号，对吧？登录账号之后的话，我们换一个 cookie 就好了啊，换一个 cookie 就好了，对吧？换一下，换一下 cookie 就好了。 我们把把 cookie 给它换一下，我把新的 cookie 拿过来，新的 cookie 拿过来。哈德斯，哦 <coughs>、啊，翻译嘛，会讲翻译啊、哦，会讲翻译的。 来，现在运行一下就 OK 了，对啊 o、OK、k 了啊、呃，果然要重新弄弄弄 Cookie。刚刚问了几次都不理我，刚刚没注意看啊，因为你发的数据啊，什么我后面的这讲这个网站翻译嘛，会讲翻译的。不是说一个 IP 如果多多次请求的话会有问题，对，也会有问题,有问题，IP 被半了也可能，好吧，不让爬了，对，人家不让爬也很正常，也很正常。<coughs> 啊、呃，好久不见，十分想念四位老师。来，把这个尹斌是同学给他踢了吧。今天晚上谁讲课的？是四月讲课的吗？不是吧？来，我们这里返回的一个数据啊，我们继续啊。返回的这一个数据的话，它返回的一个数据类型是什么？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的一个数据啊。它返回的是一个字符串，所以说我们需要干嘛呢？需要把字符串数据转成我们的一个什么字典？给它转成一个字典。 用我们的一个 JSON 模块给它进行一个转换就行了。导入我们的一个 JSON，import 我们的一个 JSON。那我们就 JSON data 等于 JSON 点上一个 l o t u s 把我们这个 HTML data 给它传进去。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print JSON data，给它格式化输出一下、哦。给你们看一下，如果说不格式化输出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哎。 导入一下我们的一个格式化输出的一个模块。好的，数据有点难爬取。对这个网站的话，这个 cookie 你要稍微换一下。我就不给大家说怎么去做一个 cookie 还原了，就不告诉你怎么去获取 cookie 了，因为那样子的话一节课讲不完，一节课讲不完，好吧？那这个的话，这一行代码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一个字符串数据啊，把字符串数据转成我们的一个字典，转成字典数据。 这个字符串的话，你得有一个什么呢？完整的一个数据结构，你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结构，你才能进行一个转换。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数据结构的话，它会报错的。那我们这里直接运行一下，打印看一看。那，打印看一下，打印之后的话，我们这里就有什么呢？哼。 打印看了之后的话，我们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有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了？就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啊，就在这个里面。关键字数据，是的，关键字的一个数据内容。嗯、对，来看到的同学给老师扣个六，看到的同学给老师扣个六。这里有有什么不太清楚的？看到的同学给老师扣个六。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把它数据给它转换出来了，转换出来了，对，转换出来了。然后我们最终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我们可以在哪里得到呢？对吧？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在哪一块呢？键值，对吧？然后根据它的一个键值对进行一个解析，啊，我们想要的数据在哪里？在这个地方，在这个里面，这里面。 这里面的话就有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吗？哦，在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在这个 result 里面，我们就要给它建指队给它取出来，一个一个给它取。像这个比较多的话，我们就要从什么呢？就要从外面往里面取啊，从最后一个往前取，从这一个开始取，先取这一个，先取这一个，因为我们要得到是这个数据。然后看一下这一个数据，它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是从这里面过来的。 就往它前面取啊，往它前一层取，因为这样子的话就会好取一些。然后再取它哪一层呢？往上滑，往上滑，再取这一个 content，content，content, 然后再取它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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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没办法从上面往下取，我不知道是具体的是哪一个。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干嘛？从最后往最开头、最前面。 去对它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解析，就提取它的一个数据这样子去，然后最后上面的话应该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这个，这样子才是完整的，就一层一层去，对吧？相当于什么呢？这个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懵了已经懵了，对吧？这个的话可能说有些同学啊、呃、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对吧？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想要最终想要的一个数据在这个 result 里面。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字典取值的。字典取值有多少同学不知道字典取值啊？字典取值知道吗？有有些同学等于我，哈，啊、呃，不会字典取值的同学扣个三，不会字典取值的同学扣个三、P。print 格式化输出，输出是吧？字典数据，字典数据有一个展开的一个效果，一个展开的一个效果，格式展开的一个效果。 不会是吧？资源取值的话，就是根据根据冒号冒号左边的内容提取冒号右边的一个内容，右边右边的内容。这个左边的话，这个左边的这个东西，它是属于它的一个呃键；右边的内容的话，是属于它的一个值，属于它的一个值，对吧？属于它的一个值。 那这个取的意思，比如说我刚刚第一个数据，对吧？JSON data 取这一个，是吧？取这个就相当于取它冒号左边的一个内容。它返回的话，返回的是什么？返回的就是冒号右边的这一个，返回的就是冒号右边的这个内容。然后这右边的内容的话，是不是又有很多数据？那我想要的数据在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对，在这个里面有。那我再取它这个，它返回的是冒号右边的，那继续返回这些数据。 返回的这些数据的话，我继续一层一层往下取啊，就相当于一层一层往下取，然后再取这一个，那它返回的又是冒号的这边，主仆关系，这只能说是一个剑指对啊，不能说是主仆关系。你要了解主仆的话，感觉好像又又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对吧？你要说是主仆关系的话，我感觉好像又是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啊，对吧？就是这个内容包含它下面所有的。 这个内容包含了所有的，就是你掰掰什么呢？就是套娃，你知道吗？就俄罗斯套娃，你知道吧？就拆，打开一个里面又一个，打开里面又一个，打开里面又一个,一个文件夹和子文件夹，哎，也可以这么去理解，也可以这么去理解，对吧？文件夹和子文件夹，哎，这个理解就比较到位啊。文件夹和子文件夹，是吧？这个就可以，可以这么去理解啊。脱衣服，像链表啊，差不多啊，都都对，都是可以的。能不能理解了，同学们？ 这能理解的同学扣个一啊，能理解同学扣一。打、啊、文件夹和子文件夹，哎，这个确实挺好的，挺到位的。OK 啊，都都都理解，那我们就直接给他 for 便利了，直接给他 for 便利。那我这里为什么要 for 便利，大家能理解吗？因为我们最后的话返回的是什么呢？我们最后返回的这个 search 啊、呃，不，这个 result 是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它最后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看一下，给你们看到最后的那个数据啊、哦。哎，最后的话，它返回的是一个列表的一个数据内容，所以说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便利便利出来之后的话，就相当于把列表里面的一个数据一个一个给它打印，看到没？它返回的是个列表，列表的话，我要把里面的个元素一个给它提取出来，就要用到 for 遍历循环。那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用用一个 print 点上一个 print，给它格式化输出一下。那前面这些打印的东西，我就给它去掉了。 就不再打印了，然后用一个呃 break，用一个 break，打印一个就行了。来运行一下。那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招聘岗位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一个招聘岗位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就都在这里面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把这些数据给它保存到一个字典里面，给它一个一个给它提取出来。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职位名字，职位名字。 啊，这样子就清晰多了，对啊，这样子清晰多了，是啊，这样子就看得好舒服多了。比如说职位名字，职位名字的话，啊、呃，是在哪个 p y t s o n 呃，他职位名字在哪里？啊，这个吧，对吧、啊、？position name，对吧、啊、？position name，那就是取什么呢？index 取什么？这个 index 的话就是这个字典嘛，就是这个字典，然后取它的冒号左边的内容。我想要这个 p y t s o n 开发工程师。 那我就取冒号左边的这个，哎，我就给它复制过来，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职位名字，就有了。那公司名字我们是不是可以同样的？公司名字，对公司名字是哪个？是这个吧？这就是公司的一个名字，也给它取出来，取出来。叫 Java s c r i p t 吗？啊、呃，公安课不叫 Java s c r i p t 好不好？公司名字，然后还有呢，啊、呃，公司地址吧，城市吧，应该是城市，工作城市。 工作城市就是这个 city，上海所在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还有什么数据啊？公司的呃城市名字，公司城市有了。然后他的一个学历要求，学历要求，学历要求的话是本科，对吧？然后经验要求，他要求多少年的工作经验？经验要求在哪里啊？经验要求在哪里？啊？ 看一看哦，三到三到五年，对吧？三到五年的一个经经验要求。然后呢，我们的一个什么还有什么，薪资吧？薪资是多少？薪资待遇，对吧？薪资待遇，这是我们薪资待遇十八到三十 K，十八到三十 K。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我们有有没有什么想要的数据？公司地址要吗？你们要不要公司地址？公司地址要不要？ 就它里面是很多数据的，只要你想要的话，它里面很多数据你都可以进行一个采集的。这个是经纬度啊，这个是经纬度，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度。下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呃，这个是纬度，这个是纬度，看到没？如果说你需要经纬度的话，它也是有的。这个是精度，这个是纬度，也有，对吧？也有。详情页对吧？工作职责它也有，它也在这个里面。就说详情页的话，我们直接爬这里面就行了。 直接爬这个里面就行了，然后给它数据给它替换一下，把里面的数据给它稍微替换一下就 OK 了。比如说，嗯，详情页数据的话，我们 job info，job info，index 取什么呢？取这个，取这个玩意。然后呢，给它一个 replace，replace re 替换一下，把这个东西给它替换掉，给它删掉。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职位详情页岗位职责。 岗位职责我们就都有了，OK 吧？啊、呃，老师，这个翻译很好用，怎么装的？找木子老师啊，是一个翻译插件，Translation。Trans lation, 找木子老师他有的，他有的。还有其他数据有需要的吗？其他数据有没有需要的？没有需要的话，那我们就就获取这些数据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去采集，好吧？可以自己去采集，OK 吧？然后融资情况 B 轮对吧？然后他的公司的规模。 或者说是在哪个区域？他公司规模多少多少人？哎，这些都有。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应该是要的，就他的一个详情页的一个地址，详情页的地址。Python 包括 Java Script 嘛？Java Script 是前端的东西啊，但是我们 VIP 课程里面会教，会教。人员，人员就是那有多少个人是吧？就是公司规模嘛？公司规模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啊，你直接直接取一下就行了。 那公司规模，规模 <coughs>，好吧，就这些吧，就先就取这些吧，其他的就呃不取了。啊、呃、，MySQL 会交吗？交交交交，很多都交的，MySQL 也会交，MySQL、Redis、MongoDB 这些数据库都是会交的，都会交的，好吧？那我们把这些数据，既然我们数据已经给它解析出来了。 已经给它解析提取出来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保存数据了。那解析数据这一块都听懂的同学扣个九九九吧，都听懂没问题的同学扣个九九九，好吧？OK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保存数据了。保存数据的话，我们就要用到一个什么呢？CSV 的一个 CSV 导入我们的一个 CSV 模块。数据库有 Python 好学吗？只要你想学都能学会啊。 没有什么好不好学，只是你想不想学，是吧？你觉得有兴趣、你喜欢学的话，都能学会，都挺好学的。有句话叫做什么？会者不难，难者不会啊。import 啊我们的一个什么 CSV，那么首先的话，先打开一个文件，open，open，open 我们的一个招聘点 CSV，用买书吗？ 如果说你是报名系统课程学的话，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个电子的一个课件，电子档的一个课件，上面一些资料的话，都是我们老师整理好的一些课件内容，就不需要说额外再买书了，好不好？这个 Jim 同学，现在是不是有很多同学想跟着老师系统学啊？想跟着老师系统学的同学，给老师扣个六。对我看好多同学一直在问，想学我直接就开始做营销广告了，我告诉你。 想学的话，我就直接啊、呃、哦，想想好想了解一下 VIP 课程，对吧？那我就直接开始了，好吧？那我保存数据和翻译爬取的话，我们等一下再讲。那我们就先给大家来了解一波我们的一个系统课程，好吧？大大因为很多同学一直在问啊，一直在问的话，我就先给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先给你们讲一下，就是我们有一个除了我们的一个什么呢？除了我们这一个免费的一个公安课以外，公安课以外，应该免费，应该是一个免费的一个试听课。 对吧？还有一个什么呢？付费的一个呃系统课程，这系统课程是从零基础入门到我们的一个项目实战的项目实战，主要是干嘛呢？面向我们的一个就业工作的，面向我们的一个就业找工作的，找工作的，对。那主要是学的是哪些东西呢？对吧？你可以去像哎，老师，你这个数据库加不加？不加，对吧？你们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这是我们清风老师的微信，找他干嘛呢？ 可以去领取一下我们这一个课程大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大纲。来，会从零基础入门啊，教给大家，像我们那个 Python 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语法，是吧？会教哪些？要学哪些东西？像我们刚刚有很多同学问的，对吧？像一些呃基础的一些语法，正则呃字典嘛，我们刚刚不是用的字典嘛，对吧？字典的一个键值键取值和修改，对不对？这字典里面的，这是我们 Python 基础语法里面的东西。 好不好？然后除了基础以外，像爬虫，对吧？像我们刚刚也有同学问，哎，这个正则表达式不太清楚，对吧？像正则表达式里面，是吧？我们也是有教的，好不好？正则表达式里面有教的。<coughs> 学 Python 电脑得多少钱？我我这个讲课的电脑自己配的，我这个讲课的电脑自己配的，两千五百块钱自己配的，两千五。好吧，我们老师自己配的，两千五百块钱就可以给大家讲课了。所以说，你们觉得要求会很高吗？两千五，对，就两千五，就两千五。 自己配的一个电脑，对呀、啊，不加显示器啊，不加显示器两千五啊，配置高嘛，能用啊，是吧？我能编程，能写代码，能给大家直播就足够了，我又不用来打游戏啥的，是不是啊,啊？除了爬虫以外的话，像我们说的一个 G S 逆向，对吧？A P P 爬虫、字体反爬这些的话，都是啊在会教的。普通电脑也行嘛，普通电脑就 O、OK、K 了，就 O、OK、K 了。还有我们所说的数据库，Mongo D B 和 Redis 数据库。 这些都是会教给大家的，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数据分析需求不一样，价格自然不一样，对，很很正常，很正常，对吧？数据分析就跟我们课程你大纲一样，是吧？看你想学什么，你想了你想学了，找一个八到十五 K 的一个薪资工作，对不对？那干嘛呢？那你要学的东西就肯定更多啊。那学的东西多了，对吧？享受的服务多了，那肯肯定是课程价格，对吧？也会多一些。就是需求不一样，自然价格也就不一样，对的。 然后我们也会教 MySQL 数据库，看到没有？My MySQL 数据库，Linux，还有我们的一些网络通信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知识。学多长时间可以接单？如果说你是零基础的话，按照我们巨 m 同学所说的话，你应该是三个月啊可以接单，三个月循环爬虫，循环爬虫是可以去接外包的。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教什么呢？教我们的一个 Java Script，对吧？前端的内容，HTML、CSS、JS、JQ，对吧？还有我们的一个前端的一个框架，三个月就可以了。对，三个月就可以开始接外包了。 哎，有些同学三个月都找工作的都有，啊，都有，对吧？然后后端的话也会教给大家一个 Flask 框架，是吧？这个课程大纲的话，如果说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加我们的一个清风老师的一个微信。外包好接吗？啊、呃，如果说你技术 OK 的话，是挺好接的。短技术 OK 是挺好接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的话，如果说他他们接外包的时候，他会遇到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越是干嘛呢？技术 OK 的同学，越是技术好的，然后靠谱的同学，他的一个外包他就不会说少，价格不同，难易不同。对，看到没有？啊，我现在的水平接单接到手软啊，接单接到手软，然后的话排单排一个多月，是不是、啊？或者说有些同学累积接接外包，累积接一个外包的话一万多块钱啊？你看这些上面密密麻麻的都是他自己自己统计的，都是他自己统计的一些接外包的一些情况，是不是、啊？ 那还有一些同学的话，他接外包一个月能接个一万多啊，也有啊，也有啊，看到没有？看这个月能不能突破一万五，接外包能不能突破一万五，也是有的呀，很多这样的同学。当然价格不同，对吧？难易程度不同，应该说难易程度不同，价格就不一样。像这个爬我们的一个什么呢？啊、呃，抖音的一个评论的数据，爬抖音评论的话，它是有一个 GS 逆向的啊，它这个是有 GS 逆向的，GS 逆向。 对，所以说会价格会高一些，或者说你的一个需求会比较大，难度比较高，它就会有一些价格就会比较高一些。像有一些你爬全站的一个网站，它有反爬的话，对，你看这个，所有的一个房源项目有反爬，一千五百块钱以内，对吧？今个今天这个算难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这个如果说你全部能爬下来的话，你把这个网站数据全部给它获取下来的话，啊、呃，价格不算低啊，不算低。把那个网站所有的一个招聘数据，就关也不是说所有的吧。 就关于什么呢？啊，就关于比如说 Python 的，对吧？你是你是搞 Python 的，那你把 Python 所有的一个数据都给它采集下来的话，啊，价格不低，价格不低。什么是反爬？反爬的话就是啊，别人不让你爬，懂吗？就禁止你爬。就比如说验证码，比如说数据加密、字体加密，或者说把你的 IP 给封了。 这些都是属于一个反爬的一个措施啊，反爬的一个措施，是很多同学都想接外包的嘛？有多少同学是想接外包的？对吧？很多同学都是想接外包的吗？我我我我我我我，对吧？面向监狱编程，面向监狱编程，那那你你没那个资格。说句实话，想面向监狱编程，你同学你没那个资格 <laughs>。 没有那个资格，因为有些东西的话，你越难的数据的话越不好爬，好吧？OK 吧？这些的话，您像这个东西，你要去兼职的话，或者说是就业的话，我们先给大家讲两个东西嘛。你们无非就是干嘛呢？一个是就业的，大多数同学；一个是就业工作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兼职啊，兼职外接外包的，这两个都是大家学习。 编程学习 Python 想要去做的一个东西，因为主要是干嘛呢？啊，为了赚钱嘛，主要是为了赚钱，对不对？那兼职就是工作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到这一个呃上面看到这一个招聘网站，我们因为我们今天爬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招聘网站嘛，就随便找一个好吧？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十十到十八 K，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要求，一些薪资它的要求是什么？对吧？一到三年的工作经验，本科以上，后端开发工程师，然后需要什么技术？Python 对吧？或者说是 Java 的。 对不对？或者说是呃，Linux、Redis 的一些数据库，Re Requ ire,、呃、Requ 呃，Flask 的一个框架，Jango，还有我们一个 Node.js，任意一个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教给大家的是一个 Flask 框架，对吧？有安全数据类的一个系统经验更佳，是不是？这些就是它的一些要求，一些要求。数据分析讲到哪？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呃，你要说深入讲的话，会讲到，会讲到人工智能啊。 如果说很深入讲的话，会讲到一个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然后再深入讲的话，会讲到一个人工智能的，会讲到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对吧？你深入讲的话，但我们但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话，主要还是面向的是什么呢？面向的是一个业务分析啊，不是一个职业分析，不是职业职业的一个数据分析，而是一个业务的一个数据分析。因为数据分析的话，主要分为两个大方向嘛，一个是业务的一个数据分析，一个是职业的。像职业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话，都是要去深入学习算法的。 对吧？业务的一个数据分析的话，主要是把那些商品的一些数据内容做拿出来，然后做一些呃一些什么呢？可视化的一些操作，可视化的一些图表，一些数据的一些整理清洗这些，好吧？啊，十八 K 心动了，它有些你看这个有个十三到二十三 K 的，对吧？也是本科经验不限上海啊，Flask 框架，NumPy 对吧？然后我们这个啊，这个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可视化的，又是我们数据，这个是数据分析的，数据分析的。 后端开发的，然后我们机器学习也就是算法方面的，然后数据库，对,对然后还会有一些测试的一些东西，然后一年以上的一个开发经验，啊，学信网可查，学信网可查的话，你是自考的话也是 OK 的，自考本科的学历也是 OK 的，只要你学信网可查的一个本科学历都是 OK 的。然后是十三到二十三 K，十三到二十三 K，好吧？算算算法导论是计算机专业嘛？这不应该是一门。 <laughs> 这个不是专业吧？这应该只是一个学科吧？啊，学完没有经验怎么办？学完你没有工作经验很正常，学完你没有工作经验很正常，对吧？但学完大家都会有一个开发经验的，对吧？外包接外包就是经验，对吧？像我们西柚同学说的，接外包就是经验，是吧？我们工作的话，像招聘、搞工作室、我们爬虫、数据分析以及开发这三个岗位是比较多的，是比较多的。然后的话。 基本的一个薪资，对吧？你们学员出去了，大概薪资是八到十五 k 左右。就按照我们这一个课程大纲，不就是按照我们这一个呃他的一个招聘信息的上面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八到十五 k 左右的，八到十五 k 左右，好吧？页面上要求的 TF 和呃，不是也要求吗？他是有要求啊，对啊，他是有要求啊，有些是有要求的，没毛病啊。 它有些是有很多每个岗位的话，它要求的都不一样。对，你看这个要求是 Flask 的框架和我们的一个 MySQL 数据库，像这个又要会 Selenium，对吧？又、就是会 Linux，对不对？因为他每个工作岗位、每个公司招聘的人，他的一个需求不一样，有些他是要这方面，有些是不要这方面的。所以说，相对而言的话，关于 Python 的一个招聘的话，我们课程里面的话啊、呃，基本上都是会教了的。只要它是有有相关的是跟 Python 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会有教授的。 对，都是有教授的 <coughs>，所以说你们想要去找工作的话，如果说你按照我们课程大纲上面的一个呃学习内容都掌握学会的话，你找一个八到十五 K 的薪资工作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太贴心了，对吧？这可能说大家找工作的话，就看到我们刚刚出现的一个什么呢？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什么开发经验？对，我们随便点击一个，他说会说有一个什么呃开发经验，对吧？至少五年的一个编程语言开发经验。 这五年的话，可能说大家没有啊，所以说也是有一个东西啊，就是你越早学习 Python，你想要经验积累，哎，积累我们的一个什么经验，你就要干嘛呢？越早学习 Python，叫、啊、越越早学习 Python，因为你越早学会的话，你就可以干嘛呢？提前去积累经验。上面所说的一个开发经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外包，对吧？你在接外包的过程当中，你接外包的时候。 接外包的过程中，对吧？你就可以干嘛呢？积累自己的一个开发经验，自己的一个开发经验。像开发经验和工作经验它是不一样的，开发经验和工作经验不一样。工作经验是干嘛呢？是指你从事相关的一个工作所积累的一个经验。像工作开发经验的话，是指你干嘛呢？用 Python，对吧？开发一些项目案例所积累的一个经验。 哎，所积累的经验，对吧？工作经验的话，那是什么呢？是指你呃，用我们的一个，是指你从事相关工作啊，从事相关工作的一个岗位，<coughs> 岗位所积累的一个经验，对不对？这是所以说是两个不一样的。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的话，它都是会要求的是你一个什么呢？开发经验的比较多，开发经验还是比较多的。 像一般这些对吧，也有干嘛呢？招实习的对吧？应届毕业生无需经验的，一到三年的，哎，都是有的。一般三到五年的话，它都是会有一个二十 K 往上走啊，基本上是十五 K 到三十 K，对吧？一到三年的话就是十一到二十左右。如果说是一个什么呢？经验不限的话，一般就是八到十五左右。比如说我要求不限，或者说在校应届生，对吧？你看到没有？都是八到十五 K 左右，八到十五 K 左右的一个薪资。然后一到三年的话是十 K 到二十 K。 然后三到五年的话是十五到三十 K 的一个薪资，这就是我们做 IT 行业的一个薪资的一个大概区间，好吧？做薪资的一个大概区间就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一般一般情况，你们出去找工作的话，第一份工作基本上都是一个八到十五左右，因为你刚开始的话，对于工作经验是没有的。然后开发经验的话，你是可以接外包积累的，看到没有？熟练使用 Python 的一个语言，熟悉外包前端加分，对吧？会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要求。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这个简历岗位的一个要求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那、啊、我们再看一下吧，这是爬虫的，刚刚是开发的，这是爬虫的。那会什么呢？啊、呃，本科学历，Python 开发，对吧？然后我们 HTML 会前端的一些技术啊，会前端的一些技术。然后我们熟悉的一个数据结构、算法，对吧？然后服务器开发，然后会网络知识、优加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一年以上的工作经验，逻辑思维优秀应届毕业生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现在内卷这么厉害吗？内卷这么厉害？ 对，然后这个也是招，又招又招 Java 又招 Python 的，他两个都招啊，两个都招，对吧？半年以上 Python 或者 Java 或者说 R 语言都可以，半年以上就行了，半年以上的开发经验就可以了，本科学历，对吧？会前端，是吧？会一些需求分析，然后会 Linux 的一个系统，会数据库，对吧？那就 OK 了，是九到十八 K 的一个十三星，在北京，北京初二的学生呢？初二的学生，那你就等到后年吧，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啊，等到你毕业的时候，那你也可以提前当做自己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兴趣。 那这个是校招的，你看这也是啊，对不对？这些如果说你想找工作的话，大概薪资就是这些了，大概薪资就是这些了。然后想接外包的话，一般的话月收入啊，月收入的话是一个一 k 啊，一 k 到三 k 左右，一千到三0左右，一千到三0左右。这、就是按照大家就是时间可能说比较啊、呃，平时的话，按照你每天可能说一段时间接一个外包。当然你有技术的话，像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就人家有时候。 你技术 OK 的情况下，一个外包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一个外包就是几千块钱。而且你们现在的话，就是呃，现在就是报名同学报名我们系统课程的同学是会额外赠送外包的，就现在报名啊、呃，系统课程跟着老师学的同学，同学对吧？会直接干嘛呢？额外赠送外包，额外赠送外包的，额外赠送外包。就你学完之后，比如说你要学到什么地方可以接外包，比如说你学了爬虫之后的话。 对不对？你学了爬虫之后，哎，你你 OK 了？你说老师，我想接外包，那你是可以找老师给你直接提供外包订单的，会直接给你提供外包订单。然后外包订单的一个价格的话，啊、呃，根据你的一个情况，难的话你可能接不了，可能说刚开始，刚开始给你的一个外包的话是在一百到三百左右，一百到三百左右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些外包，对吧？主要是给大家用于一个练手的，练手的，好不好？